人太这两个字本来应该是荣誉的象征，但是现在变成一个需要急救的医院。你说助理也还行，但没有你行。杜乐兄，你有其他代志？找你呀，再来去看药膏。我叫你收钱，你认唔着？错那不是你迫害，我得甲十五年前，我早就提出去啊。饮烟一酒不成婚，好事当逢三六九。什么意思啊？去宝贝了。我开过赌场，做过牢，黑道流氓状元。我洗白的最后一路就是选上香肠。我是赖能达，我的好儿子，我的好爸爸，有一箱的好香肠。Yes！ 没想到我的女儿还是这么漂亮，该是 Plan B 登场的时候了。